哎，兔子你，你干嘛？哎，我问你吃不吃夜宵啊？我把门给开开，你进我房间为什么不敲门？不，我。开门，开不开？哎，开开开开开开。你说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我大长腿吗？哥还能看到什么？我没在这跟你说腿，你别跟我扯其他的。你看，哎呀，那我是看见的还是不该看见的？哎，小七啊，我们都是室友，你说是吧？是啊。那你要真看见了，我也不能拿你咋样，你说是吧？嗯，那倒也是啊。嗯，我看见了一点儿。不多，我就知道你个王八蛋！图图，我能进来吗？还生气呢？干嘛呀？我给你道个歉嘛，你不是你穿这样干啥去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明天要参加一个活动。不啥活动还得穿这样啊？啊？好看吗？你让我看的啊，我看看，我看。哦，是还行哦。嗯。这是啥呀？这个，哎，你别扯！